古代君臣宴搬到神明圣诞上，这就是咱台湾古早时阵在祭祖王爷祠的，他才会摆设这个宴席。这套菜嘛是祖师爷创造的啦，所以讲咱过来复古，用这套菜过来拜祖师。庙宇重建，神明自己选建材。 庙都无派人出去检查，头家甲入来庙内，看着顶悬三尊，讲阿咧因三个啊。每周六日晚间9点，敬请锁定《台湾百庙》。